欢迎各位再次收看《胡夫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》，这是我们1889期的节目。我们这给大家分享一个变形金刚也是40周年的相关周边产品——霹雳游侠和孩之宝的联名款。它是使用了霹雳车尖端科技的结晶啊！这个呢，我是1977年出生的。这一部美国非常受欢迎的影集在台湾播出的时候，我大概是10岁左右。那跟着李麦克还有这个火机啊，也就是这台 P 车里头的人工智慧，他们一起打击犯罪啊，那是我们小时候非常憧憬的偶像人物。霹雳车的原型呢是庞迪克他们家的火鸟，事实上这台车子呢开过的呢几乎都是给他差评啊，说他耗油，开的又不快又不好停车，可以说是评价并不好的一台车子。但是呢在影剧里头呢他是几乎是刀枪不入，水火不侵啊，可以说吧，除了不能够变形成这个机器人之外的话呢，他几乎就是一个智慧生命体了啊。那么这款车型的话呢，我原本以为啊，这以孩之宝的这种各种伤害我的这种本领来看，我想说是不是又拿了个地球崛起的警车啊的那个模具车去改一下，结果发现居然完全不是啊，这体型非常的巨大啊。这个现在的话呢，至少比现在的，可能跟 L 级的玩具已经差不多大了。那它的身上最主打的呢，其实是它的一个灯光的效果。它在这个地方啊，有一个可以打开的一个装置，里头装 LR44号的电池，一共装3颗。而玩具本身并没有附带，那没有附带的话呢，你就自己去买吧啊。那在为了怕忘记，我先把这个车灯一起翻起来。那它的触动，它的灯光效果的话是在这个地方按下去。那这里的话呢，也是大家很熟悉的这个霹雳车的这个开头啊，这个闪烁的这个灯光。哦，这个声音大家应该非常熟悉啊，它是一个发动之后，那你连多次的。哦。他的台词其实我没有去细数一共有多少句了啊，非常的多。最可惜的呢，应该是他的车灯啊，没有办法跟着一起亮了啊。那他的一个整个发光的这个装置的话呢，非常的巨大，几乎就是它整个车子的一个车头一半，而也是整个机身的胸口。那它的轮胎滚动性还算相当的不错啊，推起来非常的舒服。而且刚刚大家应该看到它的一个武器双枪，可以完美的隐藏在车子底下啊，完全不会拖到地面。那除了双枪之外，它还有一个手环，这个应该是李麦克在跟火机做一个远程沟通的时候的这个手环，那是装在其中的一侧。车型的还原度呢是不用去怀疑的，因为毕竟有车商的授权了啊。那这个前面的挡风玻璃因为颜色比较淡的关系，能够看到里头的装置。那挡风的后照镜啊也是有，车门可以。好，我听到了，车门可以打开，但是打开之后的话呢，由于不是这个Human Alliance 的等级，你只能够做一个借位，然后你这样子拍照啊，好像有一个车门打开的样子，还是勉强做得来的啊。啊，后面的话呢也有车尾灯的刻画，那主打的话呢就是一个车头。好，这个呢应该是这款玩具最大的一个卖点了。来，我们就示范一下它的一个变形过程啊，非常的简单。首先武器的话呢，把它给取下来啊，变形真的超级的简单啊。这个车窗给打开，然后呢，刚不是开过了吗？为什么这个时候这么难开呢？对不对啊？把它给打开，然后我们把这个车顶盖往上掀起来，脚底板的话呢，从这个地方啊，直接的把它往下面翻一下，然后两侧就可以掰开。这个脚打开，两侧打开，打开之后。这个地方翻开，两侧都一样翻开，然后呢直接的把它给往下面翻折出来，这里打开之后这样子翻下来之后怎么做呢？后面盖板直接盖上就行了，脚底板往前面推，然后呢还有一个斜肩记得翻出来。那这一侧的话呢也是一样的，后面打开之后整个脚底板给放下来盖上，到这边斜肩翻出来，然后呢这个记得腰部要旋转180度。它的这款玩具呢，这里它是有开口的啊。我在变形的时候呢，有时候会把它给转出来啊。那这个手的变形的话呢，也是很直觉，你看这个样子就知道了。
它这里的话呢，原本有一个凸跟凹的结合在这个地方，松开之后的话呢，就直接的顺势把它给翻到外侧去，这里一样打开，然后呢推一个角度把它给翻出去，翻出去之后的话，这个手掉了啊，亏你还是尖端科技的结晶啊，哎，要把它给扣进去。再来的话呢，我们把这个盖板从这个引擎盖这个盖板由上往下按下去，再来的话呢，把这个头部，这个头的话呢，必须从正面这个地方抠，正面这个地方抠出来，这里推不到，绝对是封死的，推出，你可以先把头转180度，再把它给放出去，放出去之后啊，这个部件呢，往下压下来的时候呢，这后面有一个双动关节，总而言之，你必须把这里有一个小凹槽跟这个凸要扣在一起，啊，你要由上往下把它给摁下去，这个的话呢，里面构造有点迷啊，好，这样子，你把它按到底，这样才算完全的扣上。再来呢，就是把拳头的话呢给放到原来的位置，那变形下来的时候呢，这个二头肌要做一个旋转啊，如果你是这个地方扣进去身体里头的话，是要转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角度的。然后呢，它的翅膀的部分的话呢，是这一片啊，它跟后面的话呢没有的组合，它只能够这样斜斜的放在这里，然后这个翅膀的话呢，按照说明书的变法，它是斜一个角度这样子，就这样子把它，就把它做个样子扣在后面，不对，甚至是放，应该是说就是放在后面而已。这个的话呢，就是我们这一款这个变形金刚跟霹雳游侠联名的一个叫做特工骑士，从霹雳车到机器人的一个变形过程了。这款特工骑士的身高呢，大概有17公分左右吧，这是一个15公分左右的尺。而它最最最最笨重的位置呢，在这个胸口里头的这个装电池发光的这个装置在这边，在人形状态下呢，它一样能够触发它的声光效果，而且没有跟车型下有一些区别啊。我测试了几下，应该讲的话或者是音效应该都是一样的。那我们看一下这个面雕啊，戴了一个红色的墨镜，其实还是蛮帅气的。我喜欢人脸造型的变形金刚，脸上整个都是银漆，而且这个银漆涂的质感还算是比较好一点的，嘴唇的形状也做得非常的精细。手臂的话呢，这个地方的这个球冠呢，我在多次的变形里头呢是比较容易去掉落的啊。手臂平举的话呢是没有什么问题，平举的话你要转得好看一点啊，你可能上面这个地方呢要做一些调整，但是这个球冠呢是掉落的情况是真的是比较常发生了啊。然后二头肌的话呢，两侧的二头肌松紧度也不太一样啊，这一侧非常的紧，非常的紧。那腰身可以转动啊，这个武器被我碰掉了啊。它这个武器的话呢，这一侧的武器呢比较完美，可以彻底的收在这个门的后面，你从正面来看几乎是看不到。另外一把比较大的枪呢，由于它的这个凸和黑色，反正黑色的凸呢就不，反正就是这个凸的话呢比较大，它不能够扣在这个地方。好，它这个凸呢不能够扣在这个凸的话呢不能够扣在这个地方，那它只能够扣在这个地方，有一个蓝色的透明件这个地方。那这里扣下去的话，就是会形成一个这里有一个露线的感觉啊。那这里的话呢，我们就把它给拿在手上好了。握持在手上的话呢，握柄啊虽然很短啊，各位可以看一下啊，这么非常非常短小的握柄，但是呢握在这手上已经是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了。而他刚提到的说的，他这个手上啊有一个这个通讯用的这个手环啊，或者是高科技的一个手表。那接着看其他的可动啊，手腕的话呢是可以动的，它的手腕啊可以往内转到这么多，而实际上它在变形的时候呢，其实不需要转，所以这个手腕的一个可动，这里是真的是特别多做出来的。脚前后左右踢、侧踢都没有问题，这里的话呢也不是一个球形关节，外摆内收的话也是有的，膝盖的话呢可以弯大概大于90度一些些，脚踝也有很好的接地，鞋尖可以单独的移动，没有脚后跟了啊，没有脚后跟。然后呢，它这个机器人的状态下，我觉得吧。整体的造型因为是一个凭空想象出来的，后面的这个反正这一块啊没有得扣紧的，我是觉得蛮迷的。因为它看上去的话呢，我以为这里有个洞啊，这里又有一个凸啊，我以为应该是凑合他们一下，结果发现
这个水蓝色的凸啊，这个太大了，我没有办法抠进那个洞里头，稍微的有点可惜。不过我想这一款的话呢，主要还是冲着它的一个车型来购入了啊，那变形就当送的。而且它的好处就在于说它的变形真的非常的简单，完全就是现在官方啊，比方说这个围城之后的 Deluxe Class 的小车的变形难度大概也就这样而已了啊。所以呢，在两个形态之间自由转换是一点压力都没有。我想呢，这个也是它的一个很大的卖点啦，就是你可以买到一台有官方授权、还原度极高的车型，然后呢，想变成车就变成车，想变回人形啊，你就可以把它变回人形，简单的转换过程，我想这是它最大的加分点了。不过它的定价呢，台币是2200块钱左右，这个其实原价了啊，其实，我只能说真的也不是很便宜了啊，各位就看一看，量力而为吧。那今天就给各位分享到这边，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